女神舒淇九月闪电宣布结婚，当初公开喜讯时有解释还没有怀孕，但是肚皮隆起清新仍是粉丝的关心焦点。她六号才在脸书上 po 文抱怨自己什么都不能吃，之后在 Instagram 贴出和姐妹淘林心如、林熙蕾的合照，其中闺蜜徐若瑄还留言不能拿酒杯的日子，更是引起网友无限遐想。而就在11号，舒淇又在 Instagram 上 po 出一张后背包的照片，看似没有什么特别，不过背包上的好运胸章成为一大亮点。虽然不确定背着包包的是不是她本人，也没有明说是否是证实自己的喜讯，但这些种种迹象让人不禁怀疑舒淇是真的怀孕了，粉丝们纷纷道了恭喜呢。